冬梅呀，我不想写作业，太累了，我想睡觉。睡什么睡？给我起来嗨！啊，不要了吧，昨天玩游戏玩到大半夜的。好啊，还敢熬夜玩游戏？哎，冬梅，你晚上不是也很晚才睡的吗？你懂个屁！我那是失眠，想睡都睡不着。你快给我写。胖虎，你想不想恢复精力啊？我有办法哦。切，你能有什么办法？这叫疲劳消除贴，用它可以消除疲劳哦。真的假的呀？我来试试。哼，我瞬间感觉自己元气满满了耶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我要做30套试卷，再绕过王家村跑个100圈。大爷，你这个道具有什么副作用的吧？其实也不算什么副作用了，你看，这是疲劳收集贴，刚刚胖虎的疲劳值全都收集到这了。冬梅姨，你最近不是一直失眠吗？现在只需要贴上这个。哎呦，刚陪了500亩地，可累死我了，腰酸背痛的。哎，奶奶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浑身上下使不完的劲，一口气又能犁地500亩。嘿嘿，奶奶也太能干了吧！啊，疲劳消除贴都黑了。大牙，我跑完100圈了，快把疲劳消除贴给我用一下，我要精力充沛的上王者。可是什么？拿来吧。中央王者，我来了。其实只要把疲劳贴撕下来就能恢复原样了，我要不要帮他呢？